在巴黎的奥运会上，台湾羽球男双选手王麒麟和李阳为国家赢得第一面金牌，成就奥运史上第一对完成两连霸的羽球男双组合。为了庆祝这伟大的成就，金门金一体育全馆五折大优惠。好嘞，就像你贴那双很像啊，第一次买那双不是比较好吗？感觉因为昨天林洋配打冠军，所以我们任老板就马上在脸书发布说打五折，所以在开门的第一个小时就赶快冲过来买。对，所以今天打算就多买一点给小朋友，就是对对对，没错。好，任老板非常的用心啊，那个就是都有在 follow 这些比赛的活动，配合打折，还有那个分龄杯。在八月份的分龄杯也有那个促销活动，欢迎各位县民要那个赶快来金一采购。金一体育用品店的老板任义勋表示，该店史无前例，一连两天推出店内商品，除了羽球羽线之外，全馆通通五折。消息一出，马上耳尖的消费者抓紧休息的空档，赶紧上门采购。买越多，有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，金门，又支持一下。昨天那个林洋的那个羽球冠军，然后他现在这家，这家店球馆说有买一送一，等于是说打了五折的价格，说很便宜，趁现在赶快来买。让我们很感动的就是我们林洋。在我们男双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，然后连霸了我们男双的奥运金牌，对，所以今天特别开心，然后特别想分享这个喜悦，然后也代表我们那个 UNIS， 因为我们是金门区的 UNIS， 那我们也是在这个地方也特别有意义，就是李阳刚好也是金门人，那也为了他，然后来回馈给我们金门所有的乡亲，对。无独有偶的金湖申恒昌广场也欢庆中华队选手勇夺佳绩，8月4号限时同贺双麒麟买一送一。